有点回娘家的感觉了。金曲奖各位都很温暖的回忆。哎，我今天以为我赶不回来，但是还好就是班机一切都非常顺利，所以我又回来了。心情其实我现在觉得有点像是幻觉，因为我其实从昨天到今天我都还没有睡觉，是真的。对，所以看到我的这个黑眼圈，没有，那是妆嘛。对，讲的还是蛮开心的。今天的造型就是属于这个大家看我这垫肩的，是分别代表这个爱与和平。那我今天这个黑色就是代表这个和平的部分，就是属于这个是安全气囊的装置。然后接下来爱的部分是属于这个绝对不会着凉的这个路线，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是非常的温暖，所以就是可以容纳这个大山大海，这样可以面对各种挑战都可以迎刃而解。我非常开心啊！你说今天颁奖嘛，就非常开心。而且我今天再次的感谢一下那个明珠还有伟静，每次回来看到他们在这边，就会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的安心。我相信他也让今天所有入围者感到非常的安心，所以回来这边我是觉得很感动。然后今天也是属于这个颁奖的嘉宾，那希望今天可以不要讲错话，可以安安稳稳的颁好奖，我觉得就不错了。感谢大家。谢谢。